看看牌子还在吗？不在了哈，你就是给点时间给你们点一下牌子啊。啊，我不是说我那个，不是说我现在就是直播的很少，或者是干什么的，而是有时候不知道聊什么，知道吗？就是我发现，就你们汤没有跟去值班之后啊，哦，就很无聊，很无聊，然后就想着啊，我们要聊的时候，我们聊点什么什么七七八八的。那你就是也不是每一天都有那么多事儿要聊啊，知道不？自己的时候，一个星期给拍拍续一次电，这饭哎呀，都没我吃，以后我尽还要量跟就是你等我吵，那边装你修说完了以后哈，我你尽说量就是这个星期的时多候一菜点还点，没好不到，好？但是你菜不是还会好的？你这个孩子，你真的会你做主要饭？是现在有什么好聊吗？有什么好聊的呢？你爸妈现在虽然说同城，但是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啊？哦，那个姐没料了。哦，那个姐变不出来了。哦，那个姐塌房的塌房了。对呀、啊，就很诚实啊，就真的超诚实。跟你们说，我真的超诚实。他背景有是人不在吵是架，因没为有一没定有，就是月月在看手机。他一需定要，他是生病啊，他需要看手机干什么？无聊啊，他就懂不？要他不看手机，我就得陪着他了。我看看我的那个牌儿是不是都随没便了？聊点。不是，你们无姐声音沙哑，是我连我声音都变了好吗？我也感冒啊！果然我的牌牌没了，那发个弹幕啊，把牌拿回来，否则你都哎，不升级。哎呀，不要聊病了，好吧？你一聊一会儿，整个直播间都是生病的人，都好不容易开直播，是吧？聊点好玩的。聊点好玩的，聊点什么呢？然后阿姐每周六点评，有事儿就聊，不是有事儿怎么？哎，不过真的有点，就是有个事儿是确实是得说一下，就挺好玩的。再说不是一啊，遍，就是我让我只你知道把就手是机给你，这一我段让时间，因为我就你把手机给拿下去，不要放在这里，这太吵了，你知道？你看你的啊，你盖好被被不？没有，就是你妈有说要我回北京了啦，但是具体哪一天，就咱现在就孤陋寡闻到这种地步，他能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现在对啊，我现在我的矿种名号就是已经被挖的差不多了，要塌了怎么办？我的矿要挖塌了。但我现在只知道你妈近段时间要回那个回北京，但是我都不知。那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去。你不远了，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你不可以不知道。那就是这么诚实啊，是真不知道啊，真的怎么办嘛？编都编不出来，编不出来呀！现在就是江郎才尽啊，怎么办？虽然后面我还问了一下，我还问了，特地问了一下，我说是你爸这个戏就一直会在无锡吗？然后他们跟我说一直会在无锡拍。我说那回北京干什么啊？然后关键是也没说。对啊，怎么办哦？江郎才尽哦。他啥时候回归啊？啊，不知道哎，你得问你老什么时候回深圳。这个话问的我也不知道哎。不可以，你编又给我编出来。我怎么可以不知道？不是你又不是蘑菇。是不是就恨不得要晃一下我是吧？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模仿一下马景涛，咆哮一下。对。不对的，那个台湾腔，你怎么可以不造？对啊，你怎么可以不知道？猛地晃。然后你就像可云一样，说可是准云在。备回来了，但是我不是你们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他什么时候回，我肯定是不知道，但是他一回，我肯定知道。你听听，他还想逻辑自洽，你已经塌了，你知不知道？对啊，你声音怎么这么小？哎，我不想啊。我声音小吗？北北们，我的声音小吗？我的声音小一定是他的设备有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设备问题吗？什么？无锡的冬天太冷，冬天太冷啊！我也不清楚啊，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他什么时候回，我肯定是不知道。但是他到的那天，我肯定是知道的。
他们说我声音不小、啊、你的不小，我的也不小，但是我听你的就有点小。哎，算了，就让我将就一下吧。你不要将就啊，你看看你的设备。那又怎样了？今天这个设备，这个设备都已经就是顶级的了。你哎，算了，我又不是专门搞直播。你说要专门搞直播，我还专门去买那个那种直播麦，还有声卡，这样啦，还有声卡战士，然后你设备还不好，哼。对啊，还要搞成声卡战士吗？还是干什么的？你真的是搞得好像就我有就是这个直播的时候很赚钱一样，那是。真的是什么都赚不到、哎，好像一转眼快两年了，五分钟。对哈，帅。对，一转眼好像快两年了。你就在那发神经吧啊！不要再他们说不要再，他们说不要再投入了。不是，我现在你让我投入，我也懒得理你们了，好吧？真的是，真是。你真的很欠了，我跟你说。皇上，今天可以开车吗？不可以。哎呦，人家好憋哦。这还真不行哎，那个就在我旁边。就病了以后好黏人啊。哎，还是都这样啦。碎碎发道歉函，但是它的内容不是。他要道歉，他是要求他骂过的人跟他道歉，逻辑满分。嗯，啊，我现在就是很想，就是你爸现在除了拍戏这边的话，还有没有别的活动安排呀、啊？他就跨年，就跨年啊！明天跨年。哎，你要唱啥？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我第一次无聊到是想让你老回深圳哦。我之前都不会说，哎呀，他要不要你老回去，或是干什么的哦，也就怎样。我第一次就是无聊到就想，我说要不张妈你回深圳边，我们广东现在回温了。哎，阿姐啊，嗯，就是现在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就算了、现在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阿妈还会因为阿爸说的话就突然笑喷了吗？一直都不是我就觉得一直都这样子啊，就一直都这样子啊。因为现在我回过头去看早期他们俩一起的那个采访哦，就他妈就笑点好低哦，他笑点超低，但是他的笑点低是跟你爸的笑点低，我觉得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给人感觉有一种高冷的错觉。对，他反应还挺慢，因为我就是现在因为看过很多遍了，你可以冷静的把这个人屏蔽掉，你单看那个人，就如果是男的是同事的话，你会看这傻了吧唧的傻老爷们儿，他不会笑，他会觉得很烦。就如果我是同事的话，就跟这种人一起上节目，就觉得白长那么一张脸。这怎么那么憨，一点也不高级，跟他一起出节目就是会嫌弃。但是你妈很喜欢啊，这种滤镜比那城墙还厚。对，他笑的哦甜哦。对啊。反正。但他其实如果说是没有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跟你爸在一起的时候的话，给人感觉是挺高冷的那种错觉感的。他爸不就说他第一印象高冷？他你妈很慢热、他要跟你熟了，他才开得起玩笑，他才会开玩笑。嗯，他那张脸，他要不说话，其实看着就是不会让人愿意跟他搭茬，就跟你一样啊，就刻薄脸。你妈妈还好吧？他不，你看，我想啊，怎么形容啊？塔萨基那套物料，有一点狼尾的那个造型，你看他，他没有笑意的时候，他是很有距离感的。对，但是吧，我是觉得他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那一种。那我这种，他跟我不是同种类型，我这种一张嘴，没有任何距离的。他那种就算张嘴了，你也要跟他熟。嗯，他你就是愿不愿意搭理，然后你跟他聊，他可能会硬，你会干什么？他并不热络，嗯，并不热络，他是这样子的，就还好吧，嗯嗯，
它声音细溜溜的，但是如果它冷淡的话，那声音应该挺低的，就是那种感觉。也没有，声线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变 就也还好，但是的话你别人你有时候就别人不想搭理你的时候，这种感觉很明显啊，他都这样子啊。 对，他也是这样子啊，他要你熟啊，他有时候跟你熟了以后他才会跟你开玩笑，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可爱，然后人很好。但如果说是你这种、那种就是刚认识的那种的话，他本身就跟你开不开玩笑的那种，就是论事的那种话，那总不能跟你就事论事呀，哈哈哈，是吧？神经病吗？嗯，他也不是啊。你爸不说话更恐怖，好吧？还要跟你还要你爸跟你妈对比，你爸不说话更恐怖。你爸要说话，他下面的人才能确定他今天没什么问题。就说啊，就是我都说了，那就像汤跟了你爸挺久的，那现在其实他都不怕你妈，但是现在还是怕你爸的。嗯，一样的，就你爸其实说在的，他不说话的时候距离感比你妈还强，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对比起来的时候你妈还好，但是一熟或者是关系相处就感觉还好的时候的话，就他就很逗逼了，就但是也不会跟你很近，关键是他愿不愿意跟你很熟。新人把这个题做出来，懂吧？他你得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很熟。我觉得你爸的萍水相逢的朋友很多，交心的没有，交心的朋友没几个。是的呀，是的呀，我觉得他朋友很多，但是交心的朋友很少。就是我这种类型的朋友很多，明白吧？就是我这种类型的朋友很多，但是交心的，我这种风牛马不相及，十二指岭都赶不上跟他熟。是的呀，真的、啊、他就是我这一类的朋友很多，但是交心的很少啊。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跟他熟，就是有没有熟，只是说认识。嗯，对啊，顶多的算说得上，就顶多就是认识。嗨，像他这样的人平常冷脸冷成那样，营业的时候反差又这么大，我感觉他会过滤掉很多那种无用的社交，因为人家就知道啊，反正也得不到他比较真诚的那种，就是那种。也没有吧，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多数都是他这种，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人多数都是朋友很少，但是就是像我这一类的朋友很多，大家都一样的呀。那如果说是今天出去的时候要营业，他也要营业，你也要营业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那大家一起营业嘛，就是这样子啊。转个身过去以后，就是下班了以后，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这种才是正常的呀，是吧？他也不是，你自己想想看，他这个圈子又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子，是所有人都这样子，都这样子啊。对啊，你营业别人也要营业，是吧？然后你的营业是跟剧组的人都挺熟的，人家的营业也是跟剧组的人都挺熟的，所以你们碰到一块就感觉还挺熟络的，但是一转身的时候其实信息都就是微信可能都没有。对啊，就是都是这样子的呀。你见这个圈子里面的话，有谁跟谁就说那种朋友关系是真正的那种很好的，我至少没怎么见过。而且很多明星真正要好的朋友都不是圈内人，懂吗？就很多明星啊，真正要好的朋友都不是圈内的。你们最近有什么八卦要聊吗？我帮你们锤一下。我最近不是，我最近好像就是最近那个丰富的土豆不是装那个开机吗？那个是小鸡嘴吧？哦，那个小鸡子啊，嗯，那土豆新剧是今年官宣，
这个我会 KKKK， 我终于不容易有一个八卦知道，就是是不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说小鸡嘴儿自己在那个横店假装开机了一个月，假装剧本围读，然后那个是狐妖王全篇，但实际上被剧的那个剧景都给拆了，开机无期，但是他还假装在那儿。啊，就是你们就是这个是说的是口哨啊？嗯嗯，我说的对吗？我追的全吗？对，难得我终于说对一次。哇，好丢人呐、啊！我的天，这个是他，他对啊，是他呀。花瑞现在不是花瑞不是主捧他吗？怎么会就是资源赖菜到这种程度啊？反正就开机开了一个月呀、啊啊，一个人开机开一个月呀、啊。哎，不对哦，我想想看我。好像自从上次他们说那个莲花楼之后，我再没有听到过口哨的消息了。哦，是，对啊，对，说真的，好像就是从那个莲花楼，他们都说那个莲花楼爆，但是其实我身边人都不知道的，就是没听说过上爆吧。然后别人也在说的时候，就说领的痕迹很重。真的、啊，嗯，是的，难怪他杀青的时候，他也弄了一个背景的那个 cos。就是快说！我严重怀疑这个编剧是那个上河令的那个。对，这个编剧之前看过令的，就是、还磕过短暂的磕过 C，、就是、极度热爱就是对上河令。那因为他那个不管是妆造，还有很、嗯、就是有一些内容是真的在 copy 的，嗯，就很，但是你想想看，令第一次出圈的时候，并不是剧情。第一次出圈的是颜值，后面的时候别人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剧情真的很好。对，是不是？我说实在的，要是你爸妈颜值不顶的话，没人扛得过第一集。对啊、我这要是我跟你们说哈，我之前不是跟你们吐槽过嘛？我说就这滤镜跟那个播放的那个顺序，如果说不是我是天涯客的忠实书迷，然后还有再加上。是韩老师他们的剧组的那个妆造，然后没开播的时候就已经就吃了挺多这些就是塞的狗粮七七八八。我是如果说没有这些前提的话啊、我就说了，我可能第一集看完我就不是很想再看了。但是就是真香定律，全靠那一个，真的是全靠颜值了。到时候真的第一次出圈的时候是靠颜值出圈的，后面你再看的时候发现你真的剧情真的很不错，然后再看就觉得这个剧组真的很用心、嗯、然后各方面都觉得很好，对对对对，就是穷了点各方面真的很好，然后这个剧也真的很好，是值得这个分的，然后各方面是这样子。那不然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啊，你冲的是单改或者干什么的，别人可能真的还真的怎么留，就是不怎么留得住人的。那你想想看那个莲花楼颜值这块不行啊，然后他们都说剧情好好看什么干什么的，我都说我撑不了前六集、欸。我说个题外话，就是这莲花楼他们不是在你好星期六有一期专辑吗？把曾舜晞还有那个小鸡嘴儿都请过去了。阿姐啊，这个小鸡嘴儿他在日常中就是玩这种笨蛋人设的吗？对呀，他的人设就是这个笨蛋，知道吗？他家人设就是，但是他不是笨蛋，不是，他是智障哎、欸，人家是，对啊，是哎。哟，你说的是口哨还是说曾舜晞？口哨啊，嗯啊，口哨他私下面不是那种笨蛋，他就是装成这个样子。他私下面的话，跟那些富婆类型的时候，讲究的是一个高情商人设。我的天哪，就是在那个节目里，你知道他凹的是什么造型吗？初来乍到，战战兢兢，然后肢体不协调，脑子跟手不分六。要所有的人哄他，要所有的人包容他。什么情况？你好，星期六啊。嗯，就是他平时不知道为什么我莫名想到云歌会。对他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平时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机场啊什么都是这个样子。就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是说自己当红嘛，走路的时候有点气色，畏畏缩缩的。没有。在那个游戏你看原来山河令的时候，咱家这两位刚火起来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不是特别理直气壮哈，但是很放得开我们家这两个啊，对，就大气。你知道这个小鸡嘴儿他在可的是好六哦，
顶流的节目哦，而且节目已经，其实那个剧已经爆了，有固定的粉丝群了，那的刷屏全都在说他可爱，我他妈的看着我就在想，哎，他们家买这种，跟你讲，你们不知道现在弹幕都可以买的吗？哎，不记丢啊，可是不对，把我刚刚跟验纯正都给我逼出来了，他玩那个节目就是。不是，我跟你讲，你得亏我没看哦。他私下面是那种高情商人设的，那不然的话怎么能玩转一桌富婆中间溜的不行呢？啊，你们太小看人家啦！你有一点你得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小鸡嘴他有一些富婆粉丝是挺多的啊，是挺多的。嗯、但是就是人家狠得下心舔啊。也狠得下心舔的，他就是比如说他的富婆粉丝可能就组一个饭局，他可以很溜的游转，就是游转整个餐桌之间，而且很能喝啊。你看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蠢，你想都不用想，是不是？嗯，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蠢呢？什么照片都放出来的、嗯、哎呀，去会馆那边又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也正常了。嗯，之前就是因为太糊了又丑，只是大家都没有，是又糊又丑，就是没提而已。我跟你搞啊，现在人家觉得人家红了以后去会馆那边，嗯、人家都要包厢了，就还以为人家不知道呢。他妈来了，大家都哎又来了，真的是。他这个造型，他这个造型是现在男公关比较火的一种，就是瘦瘦的，然后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把骨头。嗯嗯，有一点儿就是。不是，我其实我不是很懂他们这些审美啊，特别是那些富婆的那种啊。对，你真的要点菜。啥呀，你说图个那种就是有腹肌有胸肌的那种。不是关键是也有点菜的呀，你们知道什么叫点菜吧，也有点菜的呀、嗯、但是只剩一个排骨以后你点菜的时候怎么嗨嘛。嗯，那不是他这个外貌他也。上不了什么事儿、啊。对啊，你要我真点菜的话，我还是喜欢那个看起来总归要高富帅，总归要来一个吧。我都花钱了，我还找一个小鸡嘴比我跟我都差不多高的人。不是他说鸡嘴去做呀，这个我还真这没有办法直接回复你。为什么？因为他人家有没有点菜出去，有没有去伺候你这个。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不这些东西它不是在会馆里面只进行的，在会馆里面进行的话肯定是有风声透露出来的。图他蚯蚓游太湖吗？啊，你问那些富婆啊，你问那些富婆的畸形审美，就是那些富婆就喜欢的人很就是有多，也有些真的挺另类的。嗯，就有一些，哎，我跟你们说，恋童这个从来都不是只有男的啊。啊是是是。对啊，恋童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只有男的，我都跟你们说了，人坏啊还有干什么的，或者是有钱的变坏这种类型，或者是人渣或干什么，从来不分男女，是说人啊、不要分性别。嗯。哎呀，你这就让曾舜晞秒杀他。啊，我只想说说实在的啊、哦、我曾舜晞的粉丝，你们就是真的有人是录好或是干什么，别打我啊，我还是那句话，他不适合古装，谢谢。啊，对。对，这个好好好好拍现代剧，他的五官其实真的挺好看的，但是真的 不太适合那个古，就是我就感觉谁上谁做妆照都没什么用。为什么他的五官就是好为难妆照？嗯嗯，而且他那个嘴呀、啊，他平常也那样。顶流的，我看了那个顶流的嘴能红？哎呀，人家顶流有经纪公司或者各方面的，是不是？各方面的，现在拍电视剧、拍电影也好，从来都不是人设和角色，都是资本在博弈。就是本身我其实挺喜欢东北话的，我觉得挺好听，而且有些人说话那个声音配上东北腔就特别好听。就因为顶流，现在搞得我就是有某一些地区的这个东北腔，我就不行。就为什么要关注或是干什么的，然后影响人家一些就是录好这种类型的。你看你们应该学学我，我是无视到你们不说他我可能都不太知道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总有，我跟你讲什么叫真正的红啊，是我也好，或者是像书神他们也好，会去多看两眼的那种，可能这种是真的红了。
然后我现在不敢在群里面说小鸡嘴，也不敢说顶流他们这些，因为我会被踢出群的，会被踢出群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丑男呐、啊，你知道吗？他们就会骂我说我有好好的帅哥美女不看，为什么要看那种丑东西？看那种丑东西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去问他们或者干什么的？然后最让人觉得很无奈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问他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特地花时间去了解他。哎，确实没有啊。对啊，然后就啊，那就是这个样子嘛。那就啊，你说他不帅啊，他长得高啊，啊，你说他体态不好，他长得高啊，或是干嘛？然后那个，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是谁吐槽来着？是，哎，不是苏婶啊，是谁吐槽来着？哎，我就不报他是谁了。我记得谁吐槽来说他很像骆驼。我说什么骆驼啊？有。他说那骆驼跟马，你知道就是骏马。骏马的话，它是你给你感觉是肌肉那种，是精瘦型的那种的话，看起来很就是很流畅，给人感觉骏马哦，就看给人看起来很流畅。然后的话，你本来是在大家的那个大家的人群里面比的时候啊，大家都应该都是来比马的哦。就是他说顶流像一头骆驼拉进了一群那个马群里面去，马群里面去，明明种类不一样哦。人家说啊，我这匹是枣红马，我的汗血那种类型的。他来句我的骆驼人高马大。然后你说啊，我这匹汗皮宝马日行千里。他来句我的骆驼人高马大。然后你又说哎，我的马跑起来的时候流的汗都是血红色，哇，超级好漂亮的那个汗血宝马。要么就说我的是月狮子是吧？月照日狮子的那种，都是因为这种是赤兔，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是很出名的一些就是马哦，然后他拉一头骆驼进去的时候，一直在说你只要说什么，他都跟你说我的人高马大，你终于愿意跟他谈人高马大了以后，你只是说你只是吐槽说你这个骆驼有两驼峰，一拱一拱的体态不好看，然后他就开始跟你扯了。哎呀，我们都不是一个种类的，我骆驼原生我就长这个样子啊。那我跟你谈马的时候，你说骆驼，然后我来跟你聊骆驼，他跟你聊马，那是不是嘛？真的，那体态就差的跟那骆驼一样啊，是不是？人家骆驼，人家还能行走沙漠，他那就是那个骆驼就是横站的，就是骆驼，你们就怎么形容呢？我是谁形容来的？就是说他是骆驼两脚走地，经典吧？五分钟，就是骆驼。两脚走地的那种感觉，就是站起来的时候人高马大，但是那个背有两驼峰在那拱。哎，科普一个知识啊，听说是这样的，马在前行的时候是左前右后，右前左后这样交叉前进的，但是骆驼是顺着走的。啊，对对对，就是左左右右，左左右右，所以从后面看马是那种一扭一扭很优，对，很优雅的，但是骆驼是给感觉很稳。骆驼就像那个牛车一样，嘎牛嘎牛，嘎牛嘎牛就贼稳啊，就感觉那个就黏在上了，你就感觉不到它那个在晃，对，你感觉不到它在晃，不是、啊、那不是吗？那个那我不是我吐槽啊啊，我真的也没有怎么留意去看那个顶流，但是我是真的觉得顶流的古装跟他的体态，现代的也不行啊，他的现代的也不行，为什么？你知道他古代跟现代都不太行的，很大一个部分原因就是他驼背。他太塌了，他这个脊背不矫正的话，不矫正，他不管是现代也好，古代也好，都不好看。为什么？又跟人家说话的时候，话像那个脖子前倾，就真的很像，真的很像一头蛇精，嗯，懂吗？就是很像蛇精。就那个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看过一些就是？童话故事也好，或者一些就是一些神话故事也好的话，它不是有一些蛇嘛？哦，蛇精，一只蛇精的话，它的那个蛇尾，就我的身体在这里，但是我的脖子可以很长，然后我的头伸过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这肯定能矫正的呀。它你长安富贵包嘛？你要意识到你不要驼，然后的话你就一直带矫正器，习惯挺直腰背的，以后的话它是可以矫正的。嗯，对啊，贝贝家是可以的呀。
他因为他不是那种说是那种老人拱啊，哦，人拱那种是真的没办法，啊，他那个就纯粹是不是因为就是他习惯性的拱那个伸那个头，就是那个头跟那个身子有点，就是我跟你讲，但凡他那脖子再长点的话，你就感觉那个头跟那身体是。我告诉你啊，他这体态怎么来的吧？因为他个儿高，他坐在那儿直播的时候，他去就是去救那个救那个话筒，对，老是伸的那个脖子出去，对，然后他就配合那个麦，所以就变成这个体态了，这都职业病嘛。而且他这个身高不好接戏啊，好像都快1.9米了，一米九的人很难接戏，好不好？就是正常好接戏的是1.78米到1.85米中间的这个形象，这个好接一点。如果说是你演的不是那种就是需要体态或者干什么的，演的是小人物的这种话，是可以接受1.6米以上的这种的，是不是？还有一些特殊体态的一些演员，就是那些矮小的嘛，哦，或者特殊演员这种，你太高，说实在的，因为很难有女明星能去搭，然后女明星的话也不要太高。你看像那个瞿颖，瞿颖。就是她很漂亮，也演过很多戏，但是给她搭的男主就必须要高一点，就必须要高一点，不高一点的话，就是她再穿个高跟鞋比那个男主还高，完蛋。所以顶流就一直跟 Rose 锁死就好了。不是，她跟 Rose 说话的话，那不是得弯腰吗？就是一类人在一起吧。哎，对呀，啊，你不是磕嘛，赶紧磕，还体态是吧？还可以磕那个体态萌哦。对，最萌身高差。最萌身高差，对啊。哎，我今天早晨转个身来，转个身过来，那个露丝就可以吃他二两肉。你看，这个身高多。在微博看到一个事情，原来酸菜现在的经纪人以前是阿妈的经纪人。啊，这种东西很难讲，你不管他以前的时候背叛不背叛或者干什么类型的，人家总要问饭吃。因为今天早上看的是星月吧总结的，就是这个人原来在那个阿妈身边的时候，阿妈给他的东西或者他替阿妈接的那些商务的赠品，他都在闲鱼上甩卖了，这里还藏了一颗糖。他当时在闲鱼甩卖的就包含就是应该是那个阿爸送给他们工作室的，我想我想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妈的这个经纪人是她红之后的还是没红之前？我记得你妈红之后的，有美宝莲。我记得你妈没红的时候没有经纪人的，有红之后的，有美宝莲呢。哦，那很正常的，他卖很正常。你爸送了很多东西给你妈那边做那个做面子功夫。对，他把 LV 也卖了。不是我这说到这个，我温总啊，说到这个话，我必须就是，你们也不用去太关注这个人，因为毕竟他也是需要吃饭的。对对对。但是的话，你想想看他们之前那个团队出来的人，就是又能好到哪去？都是一帮烂人，所以就是祝福酸菜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就是，你知道我这个就是，既然他已经去酸菜那边的话，我就有个事就必须得吐槽了啊。就是。我觉得之前的时候，你妈之前在那个普林塞斯的时候，没红的时候很自由，红了以后因为本身格格他就不怎么管那个普林塞斯的艺人部，懂吗？他本身就不怎么管，因为他玩别的，然后他只是塞了团队过来，就是说，哎呀，我公司这边没有出过什么红人，是吧？哦，我就塞个团队过来，然后我不怎么再去关注了，然后好多事情都是他那个团队在搞了。然后，因为你妈说实在的，他虽然说在圈里面混很久，但也没红过，大家都第一次，所以的话，他话语权并不是说是特别重的那种，所以就是他这个经纪人跟那个团队吃回扣的事情，他自己都，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爸挺冤大头的。就我跟你们说，就是他们之前的时候，红了以后，就你妈这边的话是有人过来给你爸那边做支招，因为之前的时候你爸这边是也不怎么知道怎么应对这些的，然后他你妈那边是有团队下来的以后的话，你妈觉得啊，我这边我老板给了有经验的团队过来的话，那我也要拉下我俊俊。然后的话，那也有派人支招或是干什么，那后面事实上也是就是相互搀扶这样子过来，然后那个经纪人这边的话就很那个什么，就是你要知道啊，如果说是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有一些节日或是干什么的，就正常情况的话哦，正常情况的话，除了那些品牌方会寄一些东西过来的时候，你工作室也要给人家寄一些，懂吗？这些礼品什么东西出去的嘛哦，
这些出去的嘛。那这些东西是备是正常的，那你工作室那里的话，那肯定是你普林赛斯掏钱呐、啊。那普林赛斯批了钱下来以后的话，是你爸来准备这个东西的，那钱是谁拿来的？你想都不用想，是谁吞？对吧？想都不想，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我好国庆也好，还有那个中秋的什么之类的，你爸这边没有什么人，反而是你爸帮你妈准备的。对，反而是你爸准备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就还真的很舍得他。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后面就是大家都看不过去，你知道吧？大家看不过去以后的话，有在帮，但是都没有跟他们，就没有怎么跟他们说。你会发现，就是其实如果说是你爸妈，应该是会感受的比较深的，就是他们去到片场也好，去到别的地方也好，如果说是有熟人在的，就是有就是那帮熟人在的一个情况会很顺利，然后各方面的也不用排队干什么，都会很照顾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红跟不红的一个关系，是因为看不得小孩被欺负，嗯，看不得小孩被欺负。你光是你爸那个之前的时候去排队那个影棚的时候，苏婶都帮过过去说过两三次话，就你爸就不用，就是关键是你爸效率很快，对他出片快的，对他过片快，然后那个苏婶又可以去给他打保票，对吧？这是可以打保票的，所以的话就说先排他，没那么磨叽，是吧？人家就是苏婶他们是不能，是不会直接跟别人说，哎，我喜欢他们干什么的，你是不能的，不然的话到时候下次去再去帮他做点什么或是干什么的时候，你带粉丝属性的时候，人家是不会帮的，懂吗？带粉丝属性了以后，人家是不会帮的。所以说之前的时候，你妈哦，我记得有一次是你妈去那个户外那里去拍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因为被别人甩、别人欺负，然后三四个钟头趴在那里，又热，太阳又大，跟小雨在那里傻乎乎的坐在那里等，懂吧？他就是你妈就很敬业啊，你妈就很敬业啊。然后在那边说没排到他，然后他就跟小雨在那边撑着这个伞在那里等，穿个衬衫，哇，衣服都湿完了还在那里等。都已经快下午了，懂吧？都已经快下午了，然后后面过来了以后的话，是就是拍的那个摄影师不是我们这边的，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后面就是知道这个事儿了以后，知道这个事儿了以后的话，我们群里面另一个摄影师过去的时候，过去是知道他还在那里等，知道吗？他还在那里等。后面关键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空看他们物料干什么的，好像是因为有人在微博上面说泽汉在上面那里等得快，中下午都等到天都快黑了，等得天都快黑了，然后也还没等到他们，人都快在那边要中暑了，但是他怕到他以后哇人不见，然后就老老实实在那边等，就是说白了就是被欺负了。关键是你妈也没意识到他自己被人家欺负了，知道吗？被人欺负了。后面是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摄影师他们那边知道这个事儿了以后，哇，是他过去帮拍的。还不是品牌商那边的人拍，知道不？还不是品牌商的人拍，品牌商那边就已经撤了一半的了，那个摄影师都不在，懂吗？摄影师都不在，只是没有让他过去看，那边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后面他过去了以后的话，就只剩下那个化妆队那边，连摄影师都不在，就是后面是我朋友他们那帮人帮忙拍的，帮拍完了以后，就是因为帮你妈拍的那一个人的，就是行内的地位比那个品牌商的那边的要高，然后的话是他拿了片过去给那个品牌商那边的，说不用钱了以后的话，就只是说不要，以后不要欺负代言人啊，也不要欺负你新人，就是人挺好的，不用这么欺负小年轻。然后后面就是没有那么才没有那么多事儿。但是后面有点好，你妈有点好运的，就是自从那次了以后，都是遇到熟人了。嗯，懂吗？就是都后面都是遇到熟人了，就有一些事情你们不提，我自己都快不记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刚火的那段时间确实真的被挺被欺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死猪也好啊，跟阿鹏他们也好，土豆他们也好啊，口哨他们这些人也好啊，跟他们那些人合作过的那些妆造团队。那些妆造团队那个时候其实也挺欺负人的，
懂吗？那时候也挺欺负人的。为什么？因为你按理说，你爸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能红多久，然后也不确定你这边请不请过还是干什么的。然后如果说是主办方也好，或者是物料那边的人请的也好，你过来的时候的话，就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后面是真跟那个 Andy 发火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下面第二次就直接拍那个美宝莲了。嗯，对，刚开始确实都是欺负没有后台呀，所以就是很多人帮他们两个时其实是不知道的，关键是也不太好让他们知道，也不好让别人知道。你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那种，就比如说，你跟除非像我这种啊，像真这种真的不太能说我磕 CP 的，你懂吧？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真名牌，真在圈子里面名牌的话，他下次过去帮你爸说话或是干什么的，就是那种效果没有说是不吭声的时候要大很多。你虽然说你爸老是觉得你们曾老师要潜规则他哦，就不接他单子，但是除了那个小明，只要是不是那个小明装造的，出去的时候的话都有认识的，都是认识的人的，所以的话都会打招呼的。然后今天给龚俊啊，改装造啊，然后曾他们啊 ，Andy 他们啊，都会说一句好好照顾一下，干嘛的？没有，我是觉得。我是觉得你红了以后，这个后台啊，这个后台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你首先一个，你真诚跟吃苦这两个你一定不要忘了，懂吗？吃苦跟真诚这两个东西你不要忘了。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很冷血，但是也不乏那种爱财的人，嗯，懂吗？也不乏那种真正惜财的人。所以的话真的要保持初心，你要能吃苦，然后要保持你的初心，你红跟不红这个东西你都要那个，这种红跟不红是死也命也啊，死也命也。但是你不能因为就是说你有名气或是有流量或是各方面的以后的话，你就开始飘了。所以的话就是给你爸最多的那个忠告或者是怎么样，身边人给最多的话也是，你千万不要变，你变的话很多东西都会变了，对吧？你一变的话很多东西都会变。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喜欢你人帮你人喜欢的是你这份真诚，喜欢的是你这份初心。如果说你开始你也飘了，像捧他们那种你飘的，你看，我跟你讲，第一个踩你的就是真正他们这种人了，懂吗？真的第一个踩你回头踩你你都不理你的这种，第一个就是真他们这种。他现在就拿捏的挺好的呀，你爸现在拿捏的挺好的呀，就是该占的流量会占，不该占的流量他也很低调啊。哎呦，一个连热搜都不舍得买的人，你还想他怎样哦？哇，真的，我是见过你爸是真的是最对热搜最没兴趣的人，就是抠，太抠了，真的。五分钟啊，就有一些热搜是真的，有时候也是必要有必要买的哦，但是你爸不是品牌方买。对，不是品牌方买，就是什么综艺的那种买哦。要是这些不买的时候的话，他绝对不会给自己买。不是，他是不是只买过我妈过生日的？哦，对，就掏钱呐、啊，他掏钱只买过你妈的。对啊，真的就那个没见过人，就抠能抠成这个样子的。那他花钱的地方太多啊，养那么一大家子，那么多房子。搞不好还给自己买养老金呢。我是觉得挺好，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走时尚这种，就是出圈的东西也可以买一下，是不是？也可以买一下的，但是他都没有。在他的标准里面，这个钱花起来以后就不能停止，因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买的。他买了一次，他以后就得买。就像你看之前的时候去那个皇帝新皇皇那个我之前我们说我们吐槽他那个衣服真的很好看的、那个出去的时候还挺争脸的那套那个在国外的时候嘛、我就觉得这些是应该要买的、这太争气了，但是居然没买。可是需要知道的人也都看到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就是出圈的时候不靠钱出圈，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挺好的。嗯。什么？
热度靠，对啊，如果说是靠自己的热度上去的话，会在上面停留很短暂。嗯，它很多热搜都很奇怪，就在上面搞笑。是的，就是它上去了以后的话，它那个不会半个小时都不用，那个这个体验感最多的是我们家花花。嗯，真的，这个体验感是最多的，就是，花花也是一分钱都不会都不给那个微博花的那种人，就是他自己代言的广告啊、代言的那个商务，自己发广告，还要被那个还要被微博锁，然后后面还是品牌方自己交，就是交钱的，那花花就也是这样子，然后什么事什么什么的都不花钱，就是花花是那种，然后我发现还有现在是你爸现在也。找到第二个不花钱的你爸也是一个都，然后我们就是花花的话是有很多热搜是莫名其妙上去，然后莫名其妙就没了那种，就是因为热度很高，他要压你的热度，知道不？他要压你热度，你爸也是被限流的很严重啊。是的，你爸是被限流的很严重的，他各个平台都不花钱，他不交保护费啊，他没办法、啊，他就是营销费啊，就各个平台的保护费都不交。嗯，是的，你看我们花花那个演唱会那个妆照上过很多次热搜，就是上去秒没的。所以阿爸的那个热度，他的含金量非常高，他你看到他的热度就是实际存在的。对，你最近你们曾老师身价暴涨，但是人家很。但是他这辈子也不会扯掉有一次3万报价被拒绝的记录。嗯，我瞬间不知道怎么接的好，为什么？因为我也觉得说实在的，嗯，上限是没有，但是下限有了。哎，真的是，快点让赵老师再去报价呀！很难。很难，我就是最近他也有点也有点闲，但是你说他闲也不闲，为什么他现在最近做远程指导很多，嗯，最近收指导费收的很多，为什么？因为最近陪小孩，他也不想出门。小黄要又掏钱过来，我真没给，没就是没收啊，我第一次看到他推钱出去了。那个他不想再接小黄鸭了。哎，你和珍珍有没有聊过等阿妈回来之后她会主动去申请个妆造报价这个事情啊？有需要的话是可以的啊。怎么说呢，不会说是特地或是干什么的，你得看一下空档，看一下空档时间，你看像珍珠这种是博爱型的是吧，嗯，珍珠这种博爱型的你得看一下牌型。哎，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在圈子里面的演员他觉得就是愿意给谁做造型呢？除了阿爸，八卦的很多啊，他对男没兴趣，他喜欢给女，就是女给女的变魔术啊，就是成就感哦。嗯，好吧。但是哎，不过我跟你讲，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那个妆造剧本很烂，但是妆造很好的那个，就是他们工作室的啊，他都有去搞过啊，我忘了叫什么了，下次我问一下他，真的你们可以瞄一眼。他最近就是搞这种比较多。嗯，最近改参加活动的妆造要改了，你看他自己了，这种事情谁逼得了他？嗯，是吧，五分钟哦。得看咱爸肯不肯花钱，不花钱他就不会改的。对啊，你总不能就是总不能你让你家真真上门去，俊俊你这次怎么参加活动，要不我来呗，你总不能这种样子吧、嗯、是不是，你得看情况啊。我看他好像挺满意那个小明同学的。哎，你爸那种人你不能说小明不好知道吧，你不能说小明不好干什么的，他这种人就是一路走过来的，他都会比较想扶持的。反正还是那句话，是想要那个，我并不是说让他换掉那个小明，那个小明去进修就可以了。嗯，哎，他那摄影师算了吧，让摄影师老婆来上吧，摄影师老婆都比他摄影师拍的好。知道的。他们那边摄影师永远都是想看什么特色特点都没有，
全都是糊的不行的一个远景，要么就是那个弄那种很模糊的那种滤镜。我说我去，你放出来有什么好看的？你看你爸自己看着看着办了。哦，对啊，然后我洗澡洗头，我闭麦啊。好，我最近真去那个。去不是那个花花闭关去了，然后真正现在基本上都是做远程指导了。嗯，是的呀，你想上次那个就是那个时装周的那个衣服，就是那个很霸气的那个那件斗篷那件衣服，它居然那个成片居然放远景，我说你这个衣服。这么大的一个衣服，你不放点特写吗？你给我放个远景是算什么东西啊？哎，算了，这种事情让你爸自己思量。嗯，对吧？这种事情让你爸思量，说多了得罪人。那拍的还没有那个小姑娘拍的好看呢，那小姑娘至少拍的有模有样的。嗯，哎呀，你们不要在这里说土豆的，这个人都已经软封杀了，有什么好讲的？真的是。他现在就天天站在热搜，他就算是天天住在热搜，他也不能上卫视。他今天可官宣了新剧啊，大男主啊。哎，你让他可叫人宣传，那个片拍出来能上映，我跟你信好吧。嗯，他的名字和导演放在一起。没事啊，你让他拍嘛，他能上，我算他厉害好不好？嗯。他能上，我算他厉害，徐克又怎样吧？徐克拍出来的一定能上吗？哦，那什么，那他和那个什么张静怡，他演过还是演啥来？为什么他能上央视？这个都 N 年前了，好吧，我都服了。嗯，他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资源的，没有什么资源的，宣就宣呗。我就说他拍的，他拍了以后的话，你就看他能不能上了。他能上，你只能说他挺厉害的呀，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北京出来的，你看他能不能去了？我都记得我说之前去东方也好啊，北京那边也好啊，是有邀请过去的啦，但是没能上台呀、啊。对呀、啊，人家东方不都发了吗？没有他呀。上过 N 来宣传过 N 遍的，要么就去什么东方卫视，要么就是去的是北京卫视、深圳卫视、江苏卫视。之前的时候一直有官宣呐、啊啊，但是去到后台就是自费去的后台都上不了。懂吗？哦，他还能自费去后台啊？就说邀请嘛，然后别人帮走关系，觉得是可以上了，以后过去以后人家不给上啊。啊，在后面站着啊！对，就在后面站着啊，溜一圈就回去啊。那也三年都这样子，三年了都这样，溜了三年，就溜了三年。然后他的粉丝，他哥哥都还兴奋的说：“哎呀，我哥哥有活动啊，我哥哥有直播或是干什么的。”然后都没，就是从头看到尾一样都没有。他明明他也去了，就是上不了，就已经三年都是这样子了。所以你说，哎呀，他有些剧他能上，哎呀，你我只能说算他厉害了，没办法。那个，关键还有一个是啊，他拍就拍那些能上的啊，那些能上卫视那些，麻烦你去看一下出品方。你麻烦吗？你去看一下出品方，出品方这边如果说是跟机构那边。体制那边是有关系的，还有跟那个卫视那边有关系的，不上也得上，为什么不上就亏钱？嗯，对赌是吧？这个是花钱出去拍的呀，他不上整就投出去的钱全打水漂了，全打水漂了，你这不硬着头皮都得上。徐克不也临老了，生仔离婚，哎呀，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呀、啊！所以就是老问说老来我这里说阿鹏怎样怎样怎样，土豆又怎样怎样怎样，啊，我现在就是三剑客，我连提他跟那个返场的欲望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还能听得到这两个人的消息吗？有倒是有的，很少。新代言也有的，但是呢，不太关心了。那个什么那个阿鹏的阿鹏的，还有返场的阿鹏的，我基本上是没有声音了。那个返场的就是、摩托哥嘛，就那个摩托哥，基本上我身边的没有人在聊他提他，哦，为什么？因为已经变样了，整容的东西。哦，对，那个阿鹏好像还要上那个家人是吗？
家人有预告。哎呀，也不能白睡啊，是吧？我说阿鹏也是付出了挺多。啥玩意儿？他还能睡吗？他躺平吗？不是。说了，博哥啥不行，就是那二两又还是可以的。啊，这个公认的，好不好？公认的。活好。嗯嗯。对啊，就是你看，起码比口哨争气吧，是吧？比一比口哨争气吧，都各方面碾压是吧？我不说颜值大家半斤八两是吧？颜值大家半斤八两，那身高说实在的，好像也是彭，也是我们返场高一点点，好不好？然后你说后台一个欢悦，一个月华，这两个对打呢是吧？哦，是吧？五五开，这两个也是五五开啊。那现在他们两个还能比什么？哎，还能比时尚那个小肚腩呢？那个口哨现在都已经瘦成排骨了。是吧？那个彭也没有见他瘦啊，但是最近好像减肥也有点成功的呀。你现在还能比什么啊？哦，还能比什么？就比那二两肉了呀，是吧？比那二两肉了呀。那人家土豆在这块碾压呀，不是土豆，是阿彭，是返场。人家返场在这块是碾压那个口哨的，你知道吧，贵妃？哦。真的很难得，很难得有人有一样东西在圈内公认的。毕竟返场这么多年，不是你，所以你就看他一个才二十五六的人，看着像三四十，你就知道透支多少了。那他时间管理可能比罗志祥还厉害啊、哦！那哪知道人家嘞？那为什么人家那个叫人家外号博奇哥是吧？嗯，是的，人家这方面还是可以的。不是那个有啊有，嗯，我不知道你是新观众还是老观众啊。你聊别人可以，但是你最好打个代号，你别直接打名字啊。你打名字因为就是莫名其妙把别人的粉丝给引进来的，然后我又变成被攻击的对象了。你不知道我现在还在被人家骂呀。就是你，这是应该是个新人，他刚才也在说，啊、他说他刚来，嗯，那你这你知道最近我真的是被百家骂的，你现在又给我再加个林俊杰吗？我是服了。咱们的角角呢？啊？角他刚刚进来，后来又出去了。没，哎呀，不用疯，我只是说你们来的以后不要乱打别人名字，他这些会引流的。顺便正好可以说一下，今天你加一下代号，你听八卦可以，好不好？今天某一个诈尸站子啊，饺子不用疯啊，饺子不用疯，就是听八卦，我是欢迎大家的，但是不要随便打人家名字，因为我最近真的是腹背受敌。嗯，就是那个诈尸的站子发了一个平平的照片，非常的让人觉得很难受的一张照片。对，就是特别脏。我最近真的是已经蛮少上手机上面，你关声音关小点，你要。嗯，就是我最近是、就是真的蛮少上手机，是看、嗯、看新闻的了，因为月月最近生病，然后我一上去我就被那个十三间给暴击了，我真的很想把包给掐起来吊打了一下，但是他不发吧也不行是吧？哦，他就毕竟就是这是他就是包打听的一个工作，你知道吧？啊，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想说他包啊，就没有一张是看着像洗澡过来的吗？是啊，特别脏。啊，真的就没有一张是像洗过澡的，或者洗过头发的样子吗？为什么每次出现的时候，就很像个乞丐一样，真的是像从那个垃圾车里面住了一个月，再从那个垃圾车里面出来的那种样子。他是不是没有那个剃须刀啊？能不能把这个胡渣给剃一下？哇，那个脸真的是拿个脸盆过去都挡不住，就是那个十三剑那个脸啊，哦，那个脸拿个盆过去都挡不住。对，是的。对呀、啊，就是反正今天你们明白我那种，你们明白我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第一次感觉拿着。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臭味的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吗？恶心到这种地步，并不是说我对他这个人说恶心到什么程度的话，或者是生理性厌恶干什么，是他这个人的那就是给人感觉哦，就是
抛开一切我所有的一些私人情绪，我就这么看过去而已。我就已经感觉到，是我第一次能感觉到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臭味的那种。对，反正今天这个事情呢，它就是一个大半年没有更新的站子，然后呢，之前其实他已经被抬走了，然后突然间又回来，然后发了一张平平的照片，然后呢，后来我们就质疑他嘛，因为这个照片呢，怎么不像，对吧？然后他说，别觉得不好看就不是真人。哎，这句话意思就是啊，就是说暗示一些，就是他虽然是不好看，理这些人干什么？这种中途路回来，这种理这种人干什么？对，然后还说了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话，然后最关键是他出来以后。2小时不到，人家母姐一窝蜂的都过去了，哎，说我们不认真人啊，什么什么的呀。然后他那句话真的是很搞笑，而且那个味道就是特熟悉，是非常的明显，就是特熟悉，就是哎呀，我要红的出来，就是装一下，然后等你人过来以后，我哎呀，你们怎么可以不认我们家三姐？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觉得，反正我的观点是，我不管这个图是真是假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它是假的。我反正我是就那句话 K 哦，就是我们其实也并不是很想聊三间，我只是吐槽一下哦，因为正好今天有看这件事情嘛，因为这个事情今天还挺。然后跟那个什么 TVB 的那些人说是合照那些，哎、对对 对, 对。然后他妈的后转头一看，这些全都是诈骗被，就是有过那个诈骗记录的这些。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诈骗那个公司的那个事情，懂吗？就是你们他最近那边不是那些 TVB 的人出来给他站台吗？或是干什么？然后一去查，就是那些糊 TVB 里面糊到不能再糊的，也不算是 TVB 的人了，因为会涉嫌那些涉嫌诈骗什么类型的，只是说曾经的 TVB 艺人，嗯，曾经的 TVB 艺人，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人，对对，然后跟我说，哎呀，见到什么什么帅哥干什么干什么的，然后我说哇，真的是恶心要死，收就是收钱。哎呀，算了，不想说，就反正就恶心到我了。然后这后面有一去看，全他妈是一堆就是诈骗的，就是那个诈骗案底的那种。这些都是一些不太认识的一些狐狸。对，嗯，不是很想理。嗯嗯。反正最近这些还挺多的。对啊，就是。L7 或者是717，你们就是如果说你们也有人看的话，你们就知道啊，他其实有一些就是直接是那个三间的大饼脸，然后直接那个 AI 套那个他们现在都甚至上去，对，就是把阿旭的照片换成了就是假的脸，有很多很多是你看到的那个神情有觉得熟悉的，就是其实很多就是直接 AI 把那个泽汉的一些硬照啊，一些杂志的一些照片，还有他工作室以前发的那些照片硬套上去就吵，所以就是很不协调，然后直接摁上去了以后也不P一下，然后就导致那些眼睛啊那个框就是混淆你的一个记忆嘛，混淆你的一个就是反正以前就那句话就是好乖乖听话不要看啊，真的是你真的你一看你就能很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你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臭味的那种，我说的这种感觉，对，没错。对，千万不要看。对啊，就是有真的，我也不想你们体会我现在这种感觉。嗯、会把以前的一些照片把头给换了，你知道吗？对，换头。就真的，我还是那句，真的不要看，因为真的很恶心。你问 K 在那，真的能感觉得到，从屏幕都能闻到臭味的那种。是的。哎，救命！就是他之前的照片呢，还没有这么明显，就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从那个11月份开始就是各种都是同一个那个，然后你看的那个鞋，对，常年不变的那个鞋，然后不是常年不变的那个那个鞋好像是乱毛，垃圾堆里面刚拿出来呀，对，常年不变的乱毛，常年不变的那个胡渣，然后常年不变的那个超宽超肥的裤子和衣服，不是卷，我不是我说我要聊，而是我只是跟你们要吐槽一下而已。因为什么？因为包他也要是他是四处都要去看这些的时候，他是发小群也没祸害别人，他没祸害别人，只能祸害我了。关键是五分钟跟那个 K 也在，就祸害群里面的人。然后我每天一进去都要一大早都要暴击，被暴击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导致我现在都不翻都不爬楼了。
你们知道包的搬运是怎样的吗？他会把这个，就是如果是非微信里的一个微博里的一条啊，他会先给你发一个汇总，就是告诉你这个微博你看到的时候它的总貌是什么样，然后他再分别把文字和截图分文字和图案一张一张的给你发，对，对，之后然后底下可能会有一句总结哈，然后它会有前后逻辑，就是看完了之后你就捏着鼻子看，一边看一边骂街，然后还能明白它表达的是什么，你就不知道你是应该谢谢他还是应该，对，包就是很敬业，关键是他只是丢上来给你看而已，你也知道的，就是你可以知道前后左右的逻辑，前后左右的一个逻辑，他还给你划上重点，就很无语，你就是你看一张大图还给你放大，要看你要知道这里是不对，我们要是搜索张三剑这三个字儿，都看不了这么清晰的逻辑，对，所以他呢其实也是碎片化，但是他很贴心的给你整理啊，对，在我们面前的他就是真的，对，在我们眼前展示出来的就是已经经过他排列组合的信息。反正我跟你先，你要先从哪里开始看，然后起因是什么，反正我是结果是什么，无语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家还帮你汇总，然后我就我只能说，我说辛苦你了，没办法，就是一天到晚还要在这些垃圾堆里面给你总结垃圾回来。哎，我这最后的倔强是我不点开他的视频。对，我最后的倔强就是不点开。对，视频我不看。对，我最后的倔强是真的不点开的。你猜怎么着？后天我还可以看，他也知道你不看，我是真的不想看。他也知道你不看视频，他把视频里面的关键信息截图给你。截图，对，包是最狠的。你知道包狠到什么地步？他知道我们不看视频，然后他把那个视频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他截一张图给你丢上来了。是的。对对，他真的太狠了呢。包是什么工作？你其实让包难受，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把阿妈的阳台发给他就行。就是包，你让包难受很容易，因为包是强迫症。对。强迫症，你只要把阳台发给他，把那个阳台发给他，他就要暴躁了。他说：“工具呢？你怎么还没回来？爸，你赶紧回来，整一下这个阳台，我受不了了。”所以阿姐说：“哎呀，都收拾了，你爸把那个收拾了，没有图啊，没有图就治愈不了他，在他心目中还是那个样子。”对，所以我们回报他也很简单。对，关键是你关键是整完了以后，你妈也不拍了哦，我也给不了看他看那个整理后的，所以在他印象中还是那个乱的，所以就一天到晚的难受。咱们下次让对他到现在还难受，他现在到现在还在问说姐，我妈分享了那个阳台照片没有？他到底整没整？我说他没分享啊，他没分享的话我又没办法是吧？然后他就在他的印象里面还是那个乱的。对。就是他的文字你都能知道他有多发狂，对，他受不了，他崩溃了真的。真的他是这样子的，笑死你。对，他那天自从看到这个阳台就是全部都是怎么能这么乱。我奇怪的是最近我们都没有怎么讲那些点名记真人的那些名字八卦什么类型的哦，为什么这个直播回放还能被举报下去啊？我也奇怪呀。你说的就是呢，为什么年底了吧，要拼点业绩吧？对啊，为什么还能给举报下去呢？就像你看，像上一期我们去重点的一个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讲那个律师哦，在讲律师，在讲他们一些好玩的。啊、你那一期除了律师还有什么需要被举报的吗？可是律师的话也没什么好举报的。对啊，那期只是讲一些我一些好玩的朋友，就是那期着重分享了律师这个人。关键律师那个人就占了大半的时间，那个还能举报下去的哦，奇怪、啊、真的是无语。他们是对律师的毒舌过敏吗？不知道啊，他们就是那个后台给我的信息反馈就是说是什么敏感词，为什么被什么被用户举报，他没告诉你说是什么用户，他只告诉你说被用户举报，内涵什么敏感话题什么七七八八的，然后你去申诉也没用。那天也没什么敏感词、啊、申诉没有用的，申诉没有用的。对啊，所以我就说、啊、既然都已经被老被举报了，所以还不如大聊特聊了哦。他们大聊特聊、no. 所以我就问你们啊，最近有什么瓜吗、嗯、我最近就是丰富了很多瓜回来。说不定人家律师自己来举报。啊，律师又不知道我是不见的。律师说你怎么来。对啊，我就说了最近最好就是我们那个八卦就是大聊特聊，我最近就是也吃了不少。
但是最近没什么好像没什么好说的。之前那个巴巴和那个梁丽米吵架，粉丝吵架还是？李米吗？跟梁丽米，巴巴和梁丽米的粉丝在吵架。呀，哪个？就因为说是他们俩要有一部剧，然后彼此看不上，就互相骂。巴巴跟哪一个？我梁丽米纯平，纯平。你打群里面，我女儿这里吵死我了。你的声音关小点。你怎么又加了？哦，跟纯平啊。对呀、啊。哇，这纯平私房奶还有私女呀、啊？对呀、啊，他们俩互相都看不上。啊，纯平是粉丝哦。纯平他怎么私房奶还有私女的呀？就是人又不，我感觉他粉丝又不多，怎么私就是硬碰瓷吗？我猜一下，我觉得这次纯平真的他应该没有主使，他甚至挺想蹭，奈何人家八粉看不上他呀。对啊，就关键是那种不说八了，丽颖他们这些啊，杨紫他们这些粉，就是我不说什么了，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粉丝谁看得上纯平啊？谁看得上纯平啊？那身高，关键是身高在他们那边也不占优势哎。然后又瘦巴巴的，又瘦巴巴的那种，关键是都大家都知道，跟这种人跟顶流一样，刚一合作没好事儿。嗯，是啊。啊，他们有官宣的要拍的剧吗？传饼，就是去有没有官宣嘛？对，就没官宣，只是说有可能会有。哦，可能会有啊，哦。哦、那赶紧官宣啦，赶紧官宣，我挺喜欢那种，就是一个只要是碰到女明星就要发春要组 CP 的，跟一个只要碰到男的都想组 CP 的，这两个人搁在一块的组 CP 的效果是怎样的。嗯，还有那个阿云港和那个鲁豫嘛。啊，这个是对。说他们俩在谈恋爱，然后他们俩都否认了。跟哪个？说鲁豫。哈，他跟鲁豫，对呀、啊，哈，这你等一下，我等一下啊，鲁豫，等一下，我等一下啊，等一下，这个太震惊我了，等一下，你先搜一下，等一下 ，Hello， 各位在不在？哎，我现在听到一个就特别震惊的一个东西啊，我就跟你们核实一下，就那个，我刚才有听说阿云嘎跟鲁豫就是改腿了还是干嘛的？你们有谁知道这个吗？他们是说2019年就开始了，等一下啊，你先问对对，传说中是2019年的时候了，那为什么可以这么久了，我们这边一点信息都没有啊。苏森你不能这样子啊，落后了，等一下啊，什么东西啊，你先问哈，我吹个头发啊，十八卦，我笑死你。苏沈的语音过来了，他说苏沈的语音说傻逼，都是傻逼找他们住一起了，真的吗？我等一下，我问一下，等一下，不是说他们辟谣了吗？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不用把那俩字念出来呀、啊、他骂你，你干嘛要念给我们呢？等一下，哎，你们先别影响，等一下啊。好那不是说出来有说是辟谣，说不是真的吗？这真的是假的呀？哈、啊，这东西就是稍稍好奇一下下。我是觉得就是两个不搭嘎的人为什么能在一块呢？还有啊，他们好像是同公司。我是想问一下，我记得好像鲁豫他是有是结婚了的吧？还是啊，对对，离婚了，干嘛的？这个我虽然说没有关注，但是我也知道他是有老公的嘛，离婚了吗？嗯，对对对。他快，我不是跟你讲话，等一下。在不是、啊、K， 我没跟你讲话，你等一下啊。傻逼，早就在一起了，早同居了。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怎么不早说？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听到的时候我都很震惊，我就想说，这阿云嘎这个眼睛是长屁眼上面呢？苏神的自己里面也来了，他们两个是谁？凭什么要我特地讲 ？OK， 不要问了，就问一会儿挨骂了。
啊，你们刚才听的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什么，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嗯，当我什么都没说。这样的，那他们还挺久的。等一下，又有两串，等一下。然后并不是很想念，就骂我了，算了。是语音吗？我好想听。叔叔肯定要说，说你这种事情还不安慰我，我还跟你说我毛病。你太懂了，对，就是说这个，然后后面最后一个是八秒的，他说，对呀、啊，那男的眼睛不就长在屁眼上面嘛？喜欢吃排骨去猪肉档就行了。不要问了。好毒。对啊，真的、啊，你看这后面的这真的说的，真的是这个。他说，对啊，他的眼睛就长在屁眼上面的、啊，想吃排骨去猪肉档就行了，为什么要在人堆里面找？哎，就因为你这个器官形容，咱直播间没了，你还可以卷回去骂他。不是，我应该闭麦，我傻了。啊，是呢。不是，这东西太震惊我了呀，没想过这个问题。不是，我等一下我看这。我靠，没有在忙吗？怎么这个时候在呢？啊，我还以为刚才没有人回我，惨了！我一句话激起了群里面的一个个都说傻逼，你才知道。我靠，我是真第一次知道啊！不是凭什么真真的骂我啊？那些真，对啊，我发个信息给他。真的、啊，你在家吗？啊，你在家的话，你在群里面说什么傻逼，打死你好吗？不是黑料啊，这人家一个男未婚女未嫁的，凭什么不行啊？对啊，我觉得可以啊，但是我只是震惊，这两个就是好像都完全不搭嘎的，好像就是爆料是说他们住同一个小区，但是我不知道是说他们以前就这个一个小区呢，还是他们同居的以后住一个小区。不是，我只是震惊而已，好不好？就是没什么问题，好不好？没有任何问题，我只是震惊。嗯，因为我就是年纪差的也有点差，年纪差，然后我并不觉得女方这边有什么吸引人的，然后可能他就喜欢吧。不是，喜欢姐姐的话大把好姐姐呀、啊、就是傍上富婆，鲁豫算是富婆吗？还好也不算吧。对，就是编制的，有编制的，差19岁是吧？哦，我并不是、嗯、我并不是说就是鲁豫不能老牛吃嫩草啊，我并不是说不是、啊、我只是觉得没有啊、尊重祝福，我只是有点惊讶，我只是有点惊讶而已。啊，没有任何问题，刚才我们说的话就当我放屁啊，然后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直播回放能上传上去。能过那就好事，过不了我感觉应该也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不太好的词哦。5分钟，他过滤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为我那个词把我的视频给下架了，没办法，到时候我会放上去。嗯，不过确实就是可能不是一个圈子吧，还挺那个真的祝福我们弹幕也真的真心，你们要小心口业啊。你们不说我是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我就跟你们说，不要说那些比较难听的话，就是尊重祝福，就是可以稍稍吃惊，但是不要不要就是说觉得女的不配男的不配哦、嗯、不要说这种，就是只是稍稍震惊而已。他们真爱真心祝福他们俩在一起，对不对？对，我只是震惊而已，不好意思，我很震惊。我都说想，我最后看到这个消息说，哎，我说鲁豫哪个鲁豫啊？又我一看，哦，这个鲁豫，那总不能是陈鲁豫吧？对啊，然后就看，哎，我说，哎，那这俩怎么有交集呢？刚刚打电话是不是有点吵？对不起，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你别天天把这仨字挂嘴边行吗？恭喜厉害、嗯、啊！不是这个油啊油001，你是纯八卦的还是说是我们家橘子皮？只是第一次来我们、就是以前有一个号叫李海，然后呢他经常会发一些就是以前领的一些事情。不是，我是说我知道他知道我们家挺多哦，橘子皮哦，你只是说你是橘子皮、啊、你只是第一次来而已是吧、我靠，我们直播间还有新人呢。
对啊，你是怎么来的啊？啊油啊油油啊油，我真的很好奇耶。我们家橘子皮看到我都恨不得把我给宰了吧？好、啊，就是你上哪知道我直播间的呀？完了，还涨粉了，你看看。对啊，居然还有新，不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直播间还有新人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前好像就有啊，稍微首页刷到。不是 K， 你刚才跟我解释什么李海是谁呀、啊？就是你之前我们这有个号，然后呢，算是大粉吧。最开始是发那个领的一些花絮起家的大粉，然后他在粉那个。领这边的之前是粉那个云字方，这个没毛病，知道吧？所以他们就说李海，恭喜李海塌房嘛，因为他之前是粉那个云字方的。哦哦哦，就是之前在我们家这边混过是吧？嗯，对，他是酷的那个纸粉。哦，什么？我把假人分工都打灭了。哎，这个跟这个。只是刚好正好是四月份的时候直播而已啊，没有占据他多少的一个。那事实上确实就好像也因为我直播确实是蛮影响那个三间他们的。对，当时真的是要不是你直播，大家要被那个假人给搞死了。对，乱套的感觉那个时候。对，真的乱套的那个时候。对啊，就纯粹是适逢其时啊，适逢其时。你这要是我混再混早一点的话，我现在也有个几十万粉了，是吧？你再早一点，就可能就不止那么多了。对啊，你说我要是跟你们混早一点的话，你说我现在是不是是个超级大粉呢？哎，我现在再早一点，我就能看到阿乐传的视频了，真的是。对啊，我现在对啊，怎么办？我现在连个是个过万都没有。但是你要真的要说啊，你如果。不是去年那个时候出来，我还真不愿意直播，还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真不愿意直播。对，那个时间真的是，我是觉得，我现在觉得那个时间刚刚好，正好是风起的时候，一出来了，然后就一下子就把人家打的那个猝不及防，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是啊，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大家好焦虑啊，哎，就感觉这事情好远了哦，就感觉这事情好远了，又快两年了。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就那天那个 ins 开始动的时候，我那天晚上三点钟才睡，就看到那个视频，我三点钟才睡。我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我为了这个人三点钟才睡，然后第二天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就后来再也就没有熬夜过。也是，因为我说实话哦，因为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个，因为你们只知道我那个时候过来直播了哦。我也跟你们说过我为什么直播，我跟你们说过这个，但是没有跟你们讲过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假人的时候是什么心情的哦。嗯，我好像没讲过哦。嗯，没讲过。要啊？没讲过，没讲过。就我跟你们说，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老爱，他们是那些人老爱半夜出现哦。我那时候都已经睡了，但是那个手机一直在震。在骂人呐、啊，然后就是苏沈他们一直在骂人呐、啊，然后说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东西出来，然后后面大家冷静下来以后的话就一通响的说，我靠，这个是想打算把他作为一个素人或者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发生的一个点的东西全部都要劈掉嘛，那种感觉哦，对啊，感觉，然后后面就是、嗯，但是感觉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第一时间就是有问过你妈，没问过你爸，所以的话那个时候也愣了一下，说他ins回来了吗？那个时候也是这么疑问的，知道吗？对，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说这个ins，因为他们、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以为这个ins是不是他本人在用嘛？对，因为大半夜的，对，因为大半夜的，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去问过你爸，也没有去求证过这个事情，然后突然间他出现以后，你第一反应就是啊，他ins拿回来了吗？因为后面大家的反应都是这个样，然后就去看了他那个道友视频，知道吧？那个视频就是道友视频呢、啊，就去看了以后，我就说他怎么越看越不对劲了？怎么感觉这个人就是很 AI 那种感觉，很怪，对对对，知道吧？很怪，然后那个苏沈说的那句话就很经典，说我看到完这个视频，我甚至怀疑我活在08年，
我在08年，因为那时候诺基亚拍出来的视相片，那个相机的一个视频，要080都还能稳定，为什么现在已经21世纪了？哇，现在的几千万的一个像素的手机还能，是吧？还能拍出一个1080、720都不如的一个视频吗？然后后面那个就是有在群里面说，哎呀，不要再拆这种了，然后直接给你爸那边打电话，你爸他们也是半夜啊。对啊，也是半夜知道的事情啊，然后后面再坑一下人啊。对啊，连发了好几条在那个朋友圈在就是他不知道，你知道吧？就关键是你爸那个时候跟你妈也睡了。对啊，就关专挑大家睡着的时候发一个冷冰，老婆怀中抱，一件视频、啊、老婆怀中抱油从天上来。对，懂吗？就那个时候啊，就是真的、啊、那个时候就你爸就是啊，他那个时候跟你妈都已经睡了，真的是美人就老婆怀中抱油从天上来，然后就大家都过去问他，早上跟你在一起吗？哎，睡着了，他说睡着了，他说你们硬是拿回来了吗？他说没有啊，这个硬是以前的时候，是以前在渔政工作室的时候啦，以前的工作室注册的、那个、对，好像是工作室注册的，以前工作室注册的都不是绑你妈的这边的信息，只是你妈在绑他们工作室工作人员的。对，然后后面就出事了以后的话，你妈已经把那个账号给注销了，就是你妈那个时候是因为是在她手机上面嘛，她你妈用手机在已经注销那个ins了，她说没拿回来，然后我们跟她说你去看一下你那个视频，然后有人发给她了，然后我话的就猛发朋友圈在那骂人。对啊，第一次看到他说粗话，就是在那个朋友圈直接就开骂，我笑死了。发了好几条那个就是骂脏话的。对啊，对啊，就是你爸的那个时候就是啊，老婆怀中抱啊，那时候他们俩已经睡了，老婆怀中抱油从天上来，就莫名其妙被离婚了。关键是他生气还不敢叫他老婆起来。那个11个骂人的表情，笑死了。骂人还发11个。对。然后他没有骂什么粗话，然后那个表情哇哇哇那个表情发了好多。对，还发了11个。这也要卡点，笑死我了。然后后面骂那个陈大妈他们的时候发了那个日天的那个。嗯。发了那个日天的那个，你在朋友圈那里不能发那种直接骂那种粗话的，因为会被屏蔽啊。嗯，就发了一堆喂喂喂喂喂的那个表情，关键是还不能叫你妈起来，那第二天你妈才知道。嗯，你这个喂喂喂喂喂就特别形象。对啊，就是那个表情包，那喂喂喂喂张着嘴巴喂喂喂喂的那个，就是。甚至还有口水飞出来的那个。对。他说前几天刚回顾了这一期是吧？笑死。不是，我那天晚上的是好多人失眠呢。我们问知道以后是假的以后，感觉比如就直接睡完了，然后哪知道你们度过这种样子、啊？我那时候也没想过。真的，我那天真的是到3点钟我才睡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对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们经历这种就是暴击的这么严重。然后后面他们跟我说，就是之前就在那个小姐妹跟我说，就哎，本来就话就是老话常说了，就本来就想播3天的。对呀、啊。还别提这3天了啊！对，别提了，都多少倍了？哦，分钟啊！靠，都多少倍了？靠别！都，我那时候是不知道你们还要经受这种暴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出来直播也真的是莫名其妙，也是恰逢其时。对呀、啊，所以我说你还不能早一点，哎，就到这个时候来，真的是。对，有可能再早一点的话，没那么好玩，也不一定，因为可能我还不会直播。对，就要那个时间点，就要那个时候来，真的是很巧，就是这个时候。自从你直播以后再也没有晚睡过，这些都没什么好看的。对，因为没有那个，我之前说没想过要直播，没想过要直播，不过这个事情就顺势而来，我觉得现在就，哎，就挺好。是。就挺好，就主要是现在你妈这个事情。妈，这个事情，嗯，我之前都有说过，比较看好明年，但是你得看情况，这种东西也不能没办法直接拍板，这不能预测嘛，麻烦，说
主要是这个事情它有点麻烦，但是你说顺不顺利吗？它也很顺利，也很顺利的。他现在不是又改了那个法案嘛，然后他们这边又重新又梳理那个材料，又重新起诉了。哦，太难了。太难了，真的。就因为之前的时候刚刚起诉的时候，哇，那个法案还没有定下来，没定下来的时候又延了一下。后面有了法案了以后，他们又起诉了。那现在不是又扩了嘛？哦，嗯，那个法案又详细了，然后哇，更比较就有法可依啊，对对，他更有利的，又撤回来，又重新又告了。嗯，对对，我们就不好预测了，只能等着，没有什么别的理由。你说实在的，我操盘的那个我现在都说不准是谁，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参与的人很多。嗯，是的，参与的人很多，所以大家都其实大家可以看着一个法不责众，所以各个都想落井下石。可以看得到就是有一些动静，但是呢也有好也有坏，也有我们这边动静，也有母姐那边动静。其实能看出来，我是觉得母姐那边现在很紧张啊，对啊，现在很紧张，对，非常的紧张，就经常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要捞完这一票要跑了。你想想看，哎，他那个演见面会开了那么多场了，然后那个歌也开了那么多次了，对吧？出了那么多次了，那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越来越频繁的在这边运动。我正在看那个于适的反思，发了一个好长的小作文脱粉，哇，这中间的这个文字特别有意思。你精炼一下，我不想看长文。不用看长文，这段话觉得好玩，就是，嗯，我看看。哇，这个姐姐12月上山，哇，你是真的恐怖。这不跟婉宁似的吗？啊、就是啊，婉宁还11月上山，连正主面都没见过，你真的是可怜。这个姐姐怎么12月上山？你可以讲讲你的心路历程吗？12月有什么好上山的？哦，就是那个回职单上山的。他的料好惊人，他你说他是身材的料啊，还是啥的料啊？不是你妈，我现在在等你说你是什么东西的料吧？你说那个于适的呀，我在等半天了。啊，来了来了，就说他的整个人纯粹由最低级的庸俗的物质欲望来驱使，他算得上表里如一。但是有一点还是很有意思的，他本人在十分清楚粉丝们爱的是虚假的他的时候，依然能表现得出来回应这爱意的样子。这并不是给他的，他无所谓，甚至在赛博空间里他自己也慢慢相信自己并满意自己的虚假人设，于是一切都能在他积极的行为之中被构建起来，他的行为也只是反应罢了。我不觉得这其中包含有真正的人性的创造性，这是纯粹动物性的反应。啊，这么高级吗？嗯，好高级。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对啊，我就是每个字都认识，并且快以后我就不认识。就是说，这是于是就是 low 到不能再 low 了。然后粉丝爱的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啊，就是知道明知道他又假，然后又 low， 但是还是很爱他，是这意思吗？对，然后粉丝和他宾主尽欢，而这个人清醒了，说我就不爱他了，然后写了好长的文章啊，突然间长出了脑子，是这意思吗？哇哇，那我感觉我感觉就是之前没被哎，就是也不是说是什么类型的，因为我好像就是第一时间就已经塌了他的，就是啊，我们为了他扣了3分，好不好？就我们家直播间这边看到他这边脱不脱粉，或者他这边出什么问题什么类型的话，我们家直播间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对啊，我的那个激动吧，你们，因为好像他在封神那个时候，那个 match 都没出事的时候，我就已经点评过了。你说呢？黑料上长个人吗？就是、啊、这黑料上长个人吗？这不是。不是他讲的哪一样没跟他对上呢？我都说了，之前的时候在会馆都能见到，以后经常见到的人能好哪去啊？真的是不想说是吧？哎，我还因为哎呦 ，L7 你老是提醒我，对啊，
我跟你讲，我记恨死这记恨死他了。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即使上面爬满了虱子，只是最可惜的是，我最初迷恋过的那一份带有文学意义的他的人生历程，反而随着他的实际人生的 stop 我靠，我看到诗跟远方了。别说了，这个什么东西我都没听懂、啊、你知道吗？我立马就想到你老了，我一直西伯就那种听不懂。你老啊，你老是你老，真的讲到这个以后就想到你老了。德学、啊、今天的风好喧嚣，我靠。咱姥姥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吗？最近应该还可以再跳广场舞。西西就是叙述那个什么肃立立的下，我靠，下雨下雪 啊是吧？哦。然后老师发文章了，对啊，就是我跟你讲，要是朋友圈那边不限制字的话，我感觉他都能出个几万。你有我姥姥的朋友圈？对啊，我跟你讲，他水都能给你水出一两万。你还有我姥姥的朋友圈？没有，就是那个、哦、他假闺女在那里吐槽啊，他假闺女吐槽，就说假闺女，对啊，他假闺女在那里吐槽啊，他说我靠，说我们家老皇太后文采不错啊。我说咋的了？下个雪，他能写个一千多个字的散文。难怪咱爸说家里人给他看出雪，就是姥姥的发的那个九宫图，然后一千多个字，然后那个，对啊，然后你们人家汤那里就只有一个豆浆的一个图而已，就所以人家就吐槽啊，说哎，我一个土鳖。他们是有那个姥姥阿爸阿妈汤的大群吗？不是说大不大群的问题，他们本身就有朋友就是有微信好友啊。他们有微信、okay. 微信好友啊，人家更新朋友圈的时候你一刷不就看到了吗？那个谁阿爸评价吗？那你说呢你说呢？肯定要点赞说咱妈写的好。对的，他说妈咪图片好美，有吗？雪好美啊，就是雪好美，文字好美，那肯定要拍马屁啊。那阿爸阿妈阿妈说啥？就点个赞啊。不是你那你想怎样吧？哎，对啊，你妈就点个赞啊，你想怎样吧？给个大拇指不好吗？发个 emoji。就点个赞。哎呀，咱妈点赞表示愉悦，说不定还不是他点的，是他咱爸去点的呢。对啊。这能说啥？就所以我有时候我都说了，就是你那个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老很爱海泽，就是很爱海泽。为什么海泽跟他一样是那个减速带咯噔咯噔的？对啊，所以我就说了，就是你们不需要你们去关注你老，也不需要你们喜欢你们老啊。你老不妨碍，就是你们磕不磕？你们老一从来不说什么，因为毕竟是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但是他的心里面最爱的还是海泽，为什么？因为海泽也是跟他一样，就是风吹过来都能想到喧嚣，就是那个火车带咯噔咯噔咯噔的，就一样的啊。所以现在你就关键是你知道，就是你妈那些老粉啊，哦，就是很老的那些元老级那些粉是有你老的微信的，所以你就会看得到那种为什么那种很资深的海泽都没有去理那个三间，就是这样子的，稳的不行了，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人家比我的人脉还广？嗯，是的，真的，就以前的时候，你妈也不是特别红啊，哦，那个时候，但是她有戏拍的，又有海泽啊，所以那个时候她那真正的海泽是真的以前有去深圳的那些茶馆那边跟你老他们去玩的，知道吧？以前那些海泽就是你妈那个时候都根本就没红。哎呦不行，你必须得听。对，根本就没红，那个时候有趣了。不信你问他们那些老海泽。然后面就是那个有加微信了，知道吗？有加微信了，所以就是他你老的反而跟你妈的粉丝玩的比你妈跟你妈的粉丝玩的还好。你绕口令啊。就是说实在，本来说是你妈的粉丝是吧？但是你妈的粉丝他没有跟他的粉丝玩的那么好，反而是你老跟他的粉丝玩的好。所以就是他们，关键是你知道他们以前的是就跟那个你老那边是怎么交流的吗？是人家有过去喝茶，然后去送书啊，然后他们就相互介绍书啊那种类型的。人家是这种诗跟远方，真正的诗跟远方。对，人家真正的诗跟远方有送那些什么散文集、书籍这种没有啊，也有那些美女啊，也有那些女粉啊，也有那种啊。所以就是你看他。我记得你妈好像搞生日会的时候，哇，那些老粉好多都有去的。然后她真正出事的时候，人家真正出事的时候，
人家是能联系得上家，就是人家那种真正老海的是能联系得上家人的，那比我那个一手通天多了，懂吧？就比我那种一手通天多了，嗯、是吧？五分钟，我这次还得要过你爸。对，我这还得要。咱们还需要我们的汤露一露。关键是要过你爸了以后，也不能直接问，人家那边是直接可以问你老。哎，我们家怎么样了？哎，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个是假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问这种。妈的，我们现在就算是有你爸的微信，有个屁用？还要问个话，还要拐弯抹角。哼，那我老肯定不知道我妈拉稀了。你个闭嘴吧你！这个必须得就是跟孩子。我跟你讲，老一之前我们老被骂说你妈的形象都没了。我是说这他妈的形象不是自己要挽住的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有本事他不吃啊。那他们吃了也不知道会要拉稀呀、啊嗯，对不对？那些老海蛇还没变成橘子皮吗？那就为什么要做成做橘子皮呢？人家认姐夫不就行了吗？你不能强迫人 人家认姐夫就行了。你不能强迫人家，就是人家已经接受你爸跟他在一起的，是不是？人家喊姐夫的，你不能逼着说，哎呀，我要爱屋及乌，那你不是逼着蘑菇喜欢你妈一样吗？对，你这人家是互认姐夫的。你爸又有几个君威先呢？我真的是不想说。他不说是哥夫吗、嗯？最后的倔强，不是最后的，不是都知道他是，都知道子涵是下面的这个，就嘴硬啊。对，哥夫，不是最近拉稀，不是最近拉稀，是很久之前了。哎呀，都跟着都说了，他很久之前的时候，都跟那个汤他们出去吃烧烤跟啤酒，放屁，嗯，放了一路的屁，回来去蹲厕所。我记得好像是在那的时候啊。找到咱涛就是一边上厕所一边发语音，我对呀、啊，就是那个很有味道的那个语音，你们自己去，我记得好像那个直播回放台上还有哦。嗯，有的，因为汤毕竟是贴身丫鬟，所以他得去蹲坑。对啊，然后那个厕所很小啊，他边拉边发语音的时候，我还就有那个语音里面就有那个懂吗？拉行了，一会儿又他们又说我屎尿屁了。对呀、啊，那你不要话题回归，最后都是屎尿屁。嗯，干嘛？然后又要被人家说了。那你对、啊、那个姐别的产出没有？刚好被然后我们哥哥就过去了啊。你们哥哥也会拉稀的，好吧？你个闭嘴的啦、啊！这个事情本来就过了，现在又历历在目。对了，那个什么。那个哈哈哈大魔王那个号前两天是说什么都三年了是吧？对，就是他那个号还没有注销，就是对，反正他也不上了嘛，就随便看看了。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东西。哎呀，我必须把这个念完了。我感觉自己还愿意花费心思剖析这个可笑的人已经算不错了。我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恨他，甚至有点点感谢他。我对这个感性世界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我所投入过的情感都是当时的我自主选择的。你爽了啊！你爽了，我们受暴击的我们。我此时在承受着当时的行为的影响，这并没有什么，我并没有非常后悔。句号，完了。这直接就跳到母姐那里去了，就脱粉。母姐是你吗？母姐。笑死了，这个话说的也是蛮搞笑的。能不能以后脱粉就说四个字，我脱粉了就行了好吗？不要跟我长篇大论。我在念那个 match 的溜了。我星期一三，快明天星期六啊，不是明天三十一，我明天陪你们跨年啊。啊，你明天咱爸有直播啊。不是他播他、哦、他播他的跟我又没关系是不是？对呀、啊、是一首歌的事情。也是。他播他的我也不会播到十二点啊，我也是播到十点钟啊，我这边还有病号呢。对啊我自己都是病号。我明天还来啊，明天还来。行，明天来吧，看情况。哎，走了走了，我现在这个点我要去冲两个月去休息了、嗯、没办法，全家病号。走了走了，拜拜。拜拜。Thank you.
因为在想你，你总有数奇怪的问题。如果我哭了，也是因为你有一股大眼仔。谢谢，回头可以放在家里去。还有一个，哎呦，这什么？然后可能还有一点别的事情，挺忙的，也很忙。啊？有人你明白你说的，是不是？有吗？这是你的同事啊。不知道你跟谁。啥啊？好，最后谢谢大家的祝福。